你做你的这广告好未少，这我你讲吼，慢慢来。爸爸，我你讲吼，这叫做百香果对吼，这规只藤就好啊。这百香果嘛，我免切。清洗的问题啊，来，是这个意思，对，就简单，这个拿到水槽就好了，然后来水打开来，水冲一下就好了，你给它拿拿看，来，这不得要装进去这一个，很重，对不对？好像不是塑胶的哈，来，它没有刀片，它连刀片都没有，所以这果汁打出来它不会氧化了，哦，它这个可以连磨豆浆，可以连饮都可以的，哦，很方便的。现场店还要送这个啦，这真空杯，来，注意看来，我怕你早上打了以后晚上懒得再打，对不对哈？多打一点，把它装进去，一般的杯子。
下来就认底下。来，主来大树下五彩铃。这个有没有缺点？你们自己看看。
面皮再白厚，再好一点，没事。像我面皮，第二号是取代你的面皮，开始要长牙了，一片牙。那三号下来，你就可以来做面了。三号是做那个大里面，手拉面、牛肉面，因为它这个号码越大，我们的面皮会越薄越少。黑椒皮小，我们包四号。它这个最薄到九号，等到面线跟馄饨皮，那要换过来，一根手指头就转不动。光你开水来不及滚面条出一堆了。自己做的面重点在这里，因为现在人不吃红砂、色素、松阳水跟漂白剂。宽面条的话，来第二格，这个就是宽的。那你像我这个还是最普通的哦。我如果继续把它赶到最薄的九号哈，它就会变成老一辈所说的长寿面线、手工面线、煎卷饼、馄饨饼了。因为这个擀面棍擀不出来，你看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会透光的。我慢慢看看那个。那你如果说我们是做面线，做法一样撒面粉，这个其实很多妈妈都是利用假日跟小朋友亲子 DIY， 一次就把两个礼拜的量做起来了。你吃不完的话无所谓，全部冰冷冻，它可以放两个礼拜的时间，因为它是没有添加红砂跟防腐剂的。那你如果说跟小朋友在玩啊，做的不好看的话就再回收，都不会浪费。你做回收吗？150，这个150，这个